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四：黑旗》。上一集我们在做那个海军的契约任务，然后护卫舰迟到了，所以这一集继续打护卫舰。等一下，军舰，不是护卫舰吗？虽然说它的等级是36，我曾经炸爆38等的，可是军舰的话，其实很难说哎，不知道打不打得赢。从来没有对付过军舰，我感觉干脆是商周化同个阶层，只是等级较低而已。还好没有像我想象中这么痛。比起那个猎船的护卫舰还弱。总之先登船看看吧。哎呦，20人，旗帜加哨兵，而且好高。军舰似乎没有办法用回旋炮在登船之前做攻击，因为对方比我还要高，射不中。这样不太妙哎，我的战斗能力没有这么强。希望不会死。才杀10个船员，我的船员就死了好几个。血也快没有血了。这个连杀还算蛮多人数的。我先上去把哨兵也杀掉。什么？居然射不到？不会吧？这个应该也不可能直接跳过去。来，等一下去重盘。
三十元慢慢爬的时候，我的船员一直在损失。这样下去不知道要死多少船员呢。印象中我的船员的总人数是40个吧。应该还从那个线上去。哦，其实在刚刚那一根上面，又要回去一次。没有啊，还要再上去吗？哦，在那上面，最高处。哇，这个超高哎！攻下那艘军舰，我的船员都死掉了三分之一，损失好多人。艘船，用不了艘船，想办法恢复一点战斗力吧。这两艘应该都是，对，是横帆船师本人的。船员，你别来搅局啦！先回我的船上，用枪射击好了，比较安全。烦死了，刚刚的军舰要重打。哎，没中。哦。你的动太快了。这个好了。刚好最后一些船员帮我杀了最后一个人。还有一艘。在哪呢？看到了。哦，我的队友好快哦！
这个角度和距离不好，我直接跳过来打。我印象中比较以前的刺客是没有那个金叹号的，我觉得现在我都太依赖金叹号了。有时候想试着直接看动，刚刚那怎么回事？最后那个人怎么杀的？有时候想要直接看动作来做防御反击都没有办法，还是要去看那个金叹号。完成，然后拿刚刚抢到的一些资源去做迫击炮的升等，所以我的迫击炮又要好了一些。之后我连续打了七八艘的护卫舰吧，把我的那个悬赏的叉叉提升到三格以上，终于把上次打不赢的猎船再引出来了。这是第三次挑战，我先把这一艘刚刚打爆的护卫舰抢完。居然没有跳到，被砍了三刀，完全别找局，砍到我的话连击就断了，还要开旗帜。哦，我得比他快先发射才行，不然我就要死了。很好，火枪速度比较慢。觉得破坏线的几个第二任务里面，旗帜算是挺麻烦的。不是很喜欢拆旗帜，送到我的舰队好了，多增加一些人数。再来就是挑战那艘猎船了。他居然来不及发炮，哦，谁撞我？哎呦！Incoming fire did some damage. Ready for impact.
哦，四波哎。樱花消息也好多。哎，没想到用旅行速度居然可以逃过他的发炮，可是一个新发现。那重炮有点远吗？哎，来不及躲。哦，我快没血了，不过他也快没了。他瘫痪了，现在我只要想办法存活到去登船就可以了。哦，你不要撞我，不要！为什么是用撞的？用炮射我就不会死了。第三次挑战还是失败。Of course today, Captain. It's a fine day for any kind of mischief. What's your feeling? I'll make no secret of.我们居然来到离主线任务还蛮近的地方。我看前面那个堡垒之后再打，去做一下主线好了。因为阿德到底要，不是阿德，齐德到底要找我做什么？Quite some distance, mind, on the Yucatan Peninsula. You trust him to play it fair? I can't be sure. He has a way of picking away at my conscience that gives me pause. I should go see him soon. So long as we take some prizes along the way, I'm sure the crew will understand.I'll set a course for Tulum. Where all of them duties, they will come down. Hurrah, me boys, and when we get to the Wallace gates, goodbye, Wei-Chen. Goodbye, Wei-Chen. Race! Get them along! 他之前不是说要给我抢宝藏的那个机会吗？击倒三个刺客，收刮四个宝箱。我要怎么上去啊？我看到俯瞰点了。首先要先取得视野，看看宝箱在哪里。哎，刺客哎！如果这些红点全都是刺客的话，击倒三个好像不难啊！啊，等一下，刚刚那是怎么回事？隐形术吗？会隐形也太夸张了吧！那个人从哪冒出来的？还好这次没有再出现隐形术的人。
这样就三个了。这里还有两个。我要等他走回来。上一个应该直接冲过去打就行了吧。他惨了，直接被踢下去。我想那个碎片应该是要从俯瞰点跳下去才吃得到的。这里一个，另外两个居然这么远。如果避免任务继续前进的话，我可能要先去拿上面两个，不然我先找到七的，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一百了。可是那里站了四个人。从这个草丛吹哨，看看能不能吸他们过来。都没反应，看来只能稍微现身一下，让看得到我的人过来了。我这个方式比较危险，真的不行吗？来，看到我，快看到我！好想直接冲过去打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应该可以冲了吧？哎，居然只打一只！我还想说他会用很帅气的那个动作一次打两个哎。好吧，我看我就别往那边走好了。虽然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，有点可惜。我觉得四个太难对付了。啊！我还以为他不要看我了，看他动了一下。Templars men know our whereabouts now. Walpole, not right, Englishman. Ah, you played us from the start. Betrayed our confidence.
看一个鹌鹑。我还是再试一次，还是不想那么轻易放弃宝箱。不知道如果用烟雾弹能不能阻止他们发现我。糟糕，不小心引到一个。还好。来吧，居然都不动。我还以为黄色我可以过去打，可是他们都不动，我知道冲过去了。看起来不行，真的放弃宝藏吗？这次没想到居然被这两个家伙看到。得趁他们两个没有看同一边的时候偷杀一个。好，杀这个男的。啊，不对了，他们有杀，他们是击倒而已。他居然起疑了。好啊，他起疑也好，那我就可以趁他在另外一边的时候解决这个。然后走这个后面应该比较安全吧，前面只有一个敌人，我等他背过去，我就可以击倒他了。吸引不到，没关系，他背对我了。哦，那个感觉就超痛了。I saw a ship pass this way, close upon the shore. 这里有两个人。起码这个宝箱我拿起来好了。人还没有到吗？所以他好像是要好几个点，然后引领我过去这样。从树上爬过去，顺便去吃那个。哎，糟糕，他起疑了。我还想说顺便可以拿那个碎片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有可能我最后绕一绕每个宝箱还是都有机会拿得到，不需要刚开始就往那个方向走。
好险！趁都没有人注意，赶快前进吧！居然让你起疑了。只好击倒。从这个地方跳下去。这个可能得吹哨过来。要从哪里去啊？一个战钢，一个巡逻。我趁他往右边看的时候，我就冲楼梯上去好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好，趁现在，哎，别卡住啊！啊，起疑了，躲一下。上面应该有的躲，再冲上去一点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好吧，那我们这集 After 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Give me!